位一年级的家长，各位一年级的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毛应龙主任，我是梁碧云主任。旧墟的生活真的很多姿多彩的，不如我们一起欣赏一下去年旧墟一年级同学的学校生活吧。清风吹开这缺氧景地，翻过围墙，一望便无际，学那新生小鹿蹦跳舞。经过大约100日的旧墟生活，我们每年都有一个大型的活动庆祝一下的，就是一年级同学全级都参加的小一毕业宴活动啦。踢飞歌转转口味，开阔悬崖，一跃大无畏，像顺天翁展开双翅随处飞。还有很多全校的活动，例如 IPAS 的历期活动啦。小朋友懂不懂得 Give me five 啊？我哋有一个活动系全校师生一齐参加嘅，就系 Give Me Five 活动啦。每一天也像这天，每一天发现新鲜，便可将快乐提炼。一条喜活。我们会在开学的时候拍班相贴在门口，等你每天入课室都见到全班的同学，又有家长跟你讲故事，等你越来越喜爱阅读，每班都有班口号，等你越来越喜欢自己班同学。 Ready to fly open up, ready to fly open up, ready to fly up and up.仲有好多亲子嘅活动，记住复课之后叫埋屋企人一齐参加啦。